洛江镇丁欢国小十九号早起举办感恩天洛新启用典礼，县长王惠美甲侪位地方人士等等的贵宾共同参与。活动当中，县长阁特别颁发感谢状，予丁欢国小校友会创会理事长杨宏明，感谢伊饮水思源回馈乡里，捐赠兴建感恩天予学生来使用。贵宾是这回来为感恩天进行启用仪式。馆长指出，提供这个感恩亭，就是希望提供同学加一个学习空间，嘛借由这个环境，甲对父母感恩有效的心意投注入去，希望同学未忘本，加感恩，以感谢企业出资的社会，回馈的社会，回馈母校贡献。学习的一个空间哦，也可以利用这个环境呢啊。加以把我们对父母的这个感恩哦，孝顺的这个部分呢，也加入进去哦。那也希望同学们不忘本，能够多是多多多感恩哈、哦。那我想再次的谢谢我们杨董事长，那这个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对于母校的一个贡献哦。杨宏明表示，感谢校长的用心，甲师生这回设计规划，兴建了这么特别的感恩亭。我要特别感谢我们陈校长呢，亲自督导，带领老师、同学完成这一个搭在我们面前的美轮美奂的，我应该说可以全省唯一的很特别的感恩亭。这里边呢有很多各位的心血，王校长呢，陈校长出了很多的心血，包括邀请小朋友老师来一起参与艺术创作，就在这个墙上桌上，所以这一周的完成呢，我要特别这个陈校长的亲自的督导。这个感恩亭是杨宏明怀着无限感恩父母甲感谢乡亲朋友多年以来支持，捐赠感恩亭作为母校丁环国小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馆长王惠美嘛特别颁发感谢状予伊，场面是温馨阁热闹。新中华新闻蔡亮清录港采访报道。